特別想即係挑戰一啲武打嘅戲啊。挑戰武打係啦，因為我諗我俾人嘅形象都比較 tough 啲啊，或者係型格啲啊。咁如果係一啲武打戲咧，我覺得會更加即係刺激咯，即係大家會中。你覺得自型外型刺激？係啦係啦，咁可能觀眾們接受嘅程度會高啲咯。我有運動底嘅，即係我由細到大都好中意做運動嘅，所以體力方面我自己又唔係好擔心嘅。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要好特別去學一門嘅即係武功嘅話咧，咁我需要咗 training。我完全唔係行靚嘅路線嘅，所以 OK 嘅。好，見聞呢度，打先啊！上年喺入咗元朗住，係啦，即係細個喺高大噶嘛，所以好熟悉啦。咁但係為咗比賽就真係搬翻出嚟咯。我啱先游完又翻嚟咋，即係因為我交屋啊嘛，新舊都係自己游有。因為點解咧？我中意顏colourful 啲嘅，因為我已經幾年冇得去旅行咧，我就上屋企就好似歐洲少少啦，即係多啲顏色嘅，所以我就之前喺元朗已經游咗一扎友咧，就要游翻個場俾佢咯，游翻白色，再游翻佢原本嘅顏色咯，所以係啊，都幾攰嘅。